第三次跟诊记是2008年10月，大理国段誉王子的脉。下雨了，好似法雨滋润山河大地。佛州的清晨在清新中带着一种热带特有的闷热，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热带海上的故乡。来到白虎厅，那种令人永生难忘的药香扑鼻而来，我又回来了，回到金方学子的心灵故乡。在白虎厅中又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英雄好汉共聚一堂，有不少好朋友又见面了，但更多的是新的同学。什么是朝气勃勃？这里有很清楚的景象，每一次跟诊都有新的收获，老师博大的学养和经验在不同病患的来诊中不断展示出来。虽然在人际影片中老师有很详实的教学，但临证可谓千变万化，显怪惊奇，许多奥妙必须通过实地临证才可以体会得到。老师在这一次教学结束后会出国离开佛州，所以不少病患来诊，而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的同学也非常多。老师在这次教学中可以说是相当辛苦。小便滴漏带血的太太，早上第一位病患是一位有小便滴漏而一日中多次小便带血的太太。有意思的是，她在诊室中叙述有肠鸣和热结旁流的病情，听着听着，我发现她所诉说的完全符合标准的脊椎粒黄丸症。在这次跟诊前，我又再一次努力把人际整理了一次，加上要优化经方专家系统，所以这次跟诊的我对于经方各方剂的熟悉度已然提升了一些。第一次跟诊时，我才刚学习过人际一遍，那样跟诊的效果就差了很多，想想不免可惜。有一次在北加州遇到一位中医师，他也有机会可以去佛罗里达州跟诊尼师，他就来问我一些相关的事项。他问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准备些什么，我就问他，你读完人际了吗？教学影片都看完了吗？这位医师摇摇头说，最近比较忙，我对人际教学影片只看到大概三分之一，内容太多了看不完。我又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人际教学影片？他不好意思地说，大概有八九个月了。我除了请他加快学习进度之外，也非常感叹他有这样精彩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机会，居然是这样漫不经心的对待。他不知道如果这样子去跟诊的话，收获会十分有限。后来我都会告诉有机会跟诊的同门，跟诊前一定要把人际熟读，这样在跟诊时就不会错失微言大义。因为老师预设你已经完全读透了人际，于是很多时候是政治设方便但说无上法的。今天这个脊椎粒黄丸症的案例中，老师告诉我们，有时患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应该吃什么药，这就是一个例子。而要能够有这样的本事，除了熟忍方剂的理法方药之外别无他法。老师今天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左右手的脉象大小以分别攻下或发表的时机，开处方给患者攻下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患者的血很足。怎样知道血足？摸左手的脉就知道了，左手的脉要呈现实脉。给患者开发汗药的时候一定要摸摸他的气足不足，右手主气，摸右手的脉是否够实，也就是中取有而重取不失，就知道气足不足了。这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注意到的诊断思维，通过这样的诊断方式以避免我们在开处方时出现坏症。幸好在第三次跟诊前，我已经把之前所学习的知识整合起来，跟诊的第一天我就体会到跟诊真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没想到早上另外来了一位肠鸣可用脊椎粒黄汤的男性病患，而这一位是腹间大如盘者，也可以看出他是阴阳大气不转，这在仲景先师的书中都有很清楚的说明，但临证上有老师把他指出来，我很快就和人际教学影片上的教学联系起来。如同上次老师说的，要告诉北极人什么是香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根真的香蕉给北极人看，这就是跟诊的真髓。虽然现在大家也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实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病例，但是回到朱雀厅，站在老师面前，我又有很多新的感悟和启示。老师门下有很多比我优秀的学长学姐，虽然有时会有学长学姐告诉我要多方学习，但医学的学名幽微，变化难及，若不能一门深入，在经方基础尚不稳固之下就广寻不同的派别。一味想扩大学习，这不易于法华经上说的那种放下自身明珠而四处追求宝物的人。老师的学识经验实有不可穷者啊。患骨骼疏松症的华人女性，今天的病患很多，下午老师又在一次演出菩萨心肠金刚怒目的一幕，第一次跟诊的学员可能会被吓得要面色发白了，但我这种老身可就心领神会了老师的用心。有一位全身骨骼疏松症的华人女性病患，长期吃西药导致身体更差，
但他在西医的影响下想东想西，只想要用中医来辅助一下西医，又对中医有很大的存疑，说了很多他听来的中药这不好那不好的问题。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老师虽然很不客气地骂他，但明眼人可以体会出老师是想要救他，要唤醒他。骂人骂到很慈悲，这是经方家的苦心啊。我个人有三个案例都是骨骼疏松症，通过用补肾的八味地黄丸，再加上补骨的补骨汁、骨碎补、九层塔根之后，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最重要的是，患者本身要有信心，坚持用中医治疗。今天很高兴的一件事是，去年我跟诊时看到的一位来自台湾高雄的太太，她是老师的高足韩医师的弟媳，她因为多年不孕而请老师出手。老师在去年暑期用中医和堪舆的方法来帮她，并说用了阳药可助其生儿子，今天她传来了近况传真，生了一个男丁。我当时惊讶于老师强大的笃定和自信，天际和人际诚不欺我。我也替他们家感到高兴。反观脉传奇，今天最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有反观脉的人。你是在为一位很有成就的女士把脉时，发现她是反观脉。这位女士可以说是大富大贵，成就不凡，不但学术地位崇高，而且也是全美十大女企业家之一。大家把了她的脉之后，纷纷啧啧称奇。天龙八部中段誉以北冥神功吸取了黄眉僧、南海恶神、易二娘、云中鹤等人的内力，体力真气鼓荡不已。保定地请了大理两位国医为段誉把脉，段家历代子孙手腕的脉搏都不走寸口，而是直接走裂缺。御医一下手就往段誉手上的脉搏把下去，其中一位御医说道，医书上言道，反观脉左手得之主贵，右手得之主富，左右俱反，大富大贵。段誉的脉搏正是一家所谓的反观脉。一般人手腕上的动脉有二条，也就是桡骨动脉和尺骨动脉，大拇指下端的是桡骨动脉，这是一般把脉所取用的脉搏，而尺骨动脉在小拇指下方，属于少阴心脉，一般可以用来诊查妇女怀孕时关于胎孕的情况。桡骨动脉通称为寸口，这是属于手太阴肺经，而百脉朝肺，所以就用寸口来从事脉诊。但是在手阳明大肠经上有脉则非常态，这反观脉极为少见，而今日居然得见，更印证了老师在相学上的教导是真有其事的。